耶稣，我们感恩，今天我们庆祝母亲节，在这次思想母亲的伟大，我们今天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尊重我们的父母，好好孝顺他们，也有机会的人人跟他们接触，欢迎他们啊，把他们做这个团体，做那个去做奇妙的工作，接着那个位。我们托着主的啊，主啊，母亲的伟大，我们把夜时间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的主对呢，就是母亲付出的爱啊。今天是母亲节，想起世界上呢最好吃的是哪个呢？母亲所赐的啊，饭啊，菜，对不对？有吧？那个阿妈煮的好吃吧？虽然外口咸味，来个面味，阁是真好食嘞。啊，对哇，啊，即个食了个菜呢，你就感觉真温馨。最好听个呢，就是母亲个呼叫声，叫当你睡个真甜呐。啊，我宝贝啊，妹妹来到妈妈这里呀、啊，和妈妈抱着抱着，哎哇哎哇。我记得呗，记得阿妈的，那个阿妈，那水真正跑了吧？啊，特别这个在啊，妈的把囝放到的，那在查某囝阿未教应的真正是自由自在，但是教应了呢，你有无情的爱出来了，有生过囝了的，开始隆重传播的真正大囝吼，我唔知命啦，我给太太吼。啊！特别我家做不正的真正迄种正水，我家做不正的真正吼，也是我着偏边啊，着厝边啊，需要白改，也是白的叫有正的吼。伊也是一铺位吼，我袂在遐徛了，我伫外面等我到你家己铺吼。你上少铺半点钟，铺一点钟就铺完了，咱就铺正个啦。所以，大母亲的麦当啦，正是上重要。我有呢，妈妈，那在想念的是妈妈温柔慈祥的笑脸，对吧？我体贴关怀我们的爱，有一种的爱不求回报，有一种的爱奉献到老，有一种的爱是无埋怨、无后悔，这就是伟大母亲的爱，明白吗？啊，当妈妈的麦当劳，孩子永远是他最重要、最宝贝的。到妈妈的世界里面，只有孩子啦，在他愿意传播付出，为孩子付出，为孩子做，这就是伟大母亲的爱。为了孩子啦，妈妈呢，永远把自己呢摆到上后。啊，妈妈呢是人类的避难所、避风港。全世界最伟大的就是妈妈这个角色，那靠妈妈拍拍好不好？呀，感谢主哈！啊，为了家庭呢，日日忙忙碌碌，哈、啊，处理家庭呐、啊，大大小小的事啊，我跟你讲哈，我跟你打哈，妈的弟弟真好干嘞，尤其我来有三个囝，我给太太弟弟真好干，我给囝好他妈。我的口青色，该个是乌色，该多点。哦，我再多点，多点个。哎，再个，你真厉害个。那妈，啊，做饼了呢。妈，我做饼个物件多点。哦，多能整一家，这个厉害哦，又厉害嘞。啊，你等我，我该太太他。啊，我该弄点点暑假假的该，不的该，这个的该，拢懂在个了。啊，什么是催妈妈？妈妈弄去催爸爸，什么个都唔知。啊，妈妈什么个都会知。所以呢，做个妈妈呢，大大岁岁嘅时候，传播嘅精神呢，导致到家庭里面。你喺爸母心担心孩子每日食得好啵，老家这个有食啵，你看有啵？啊，食系八杯。从诶，有人买，所有嘅妈妈啦，关心嘅孩子咧，有，妈妈关心嘅孩子是真幸福嘅，对唔对？真福气嘅，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无妈的孩子是个宝，有没？无妈嘅孩子呢，就是个草，
用掉啊，真正很好。因为呢，你我是妈妈的宝贝，大妈的妈，当时宝贝做儿女的呢，也应该关心妈妈，孝敬妈爸爸啊，让爸爸在岛，是我们是有价值的，能买得稳定的，有该努价值哦。妈的生活就要饲我咯，阿婆就卖生活咯，卖生活弄着责任咯。但是无大感恩，咱就大感恩的心，要好好回报母亲或回报母亲。母亲做呢是都人间最伟大的爱。五月对一个礼拜日呢是母亲做，六月对三个礼拜日呢是父亲做，这是国际世界最低。纪念爸母的慈爱，叫我们呢更加孝敬爸母之心，这也符合圣经的真理。这个是圣经教导的。那他以弗所书呢，对六章对三节，伊在里面呢，要孝敬爸母，使女的福多施上，多施长寿。对面的掉啊，这是对一条多有应许的诫命，上帝把孝顺。孝敬爸母呐，放到十诫里面。可见呢，上帝是何等推动孝敬爸母。有人个基督徒啦，信了主就袂孝敬爸母，唔好。听见家人对孝敬爸母，对于孝敬爸母的奖赏呢，听见个奖赏呢，就是到世上蒙福，长啊也长寿啊，食老老。有人个话答啦，哎呀，我系活七百岁。你讲冇讲讲嚟？我是百万那几千，我讲这无人加几千啦。哎呀，就因为个只长长长啊，只长寿啦，只长长，我使吃土，但是你啊做啊，你可话只长命吼，可我健康咪依靠人，我家己会独立，家己身体家己就会使 ，OK 嘛 ？OK 嘛？就因为就你使求，但是你来记得求，可能咪有破病吼，健康有健康。大力家己吼，卖就按等定对，明白我道理未？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发自内心的孝顺父母，不单到心里，也到所有的态度，也为着表示出来，让你表示出来，善待父母，尊敬父母，知恩图报，弘扬他们。当父母呢，你老也是为他们提供各种的需要。哦，咱老人都结婚生了，无变做工了，今仔日也是正式孝顺伊哩个，可能淡薄女，买淡薄物件咧食，是也是再有女的车工人顶对了，对不对？啊，这是应该个哈、哦。按照自己的能力，比今仔日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孝敬对不？多雇佣呢，那唔是单单咱做个咧打咧，直接多雇佣，咱推着啊。一直啊，一直被靠边啊，出位到爱叫人家家一直哈，你睇睇伊嘛是遵守上帝嘅诫命，一直是靠阿兄出位，即个一直哈，啊伊也是遵守上帝嘅教导，有美好嘅见证，一直不断呢孝敬你老嘅，你老嘅父亲，两阿带他出位他的阿兄。伊也期望他们爱护他们，以安慰父亲的心，麦克父亲防老，伊了解，伊阿兄对大爷那方摆背对爱敬吼，伊去无去阿兄，伊为了安慰父亲，企业父亲了吼，个企业敬伊阿兄，这也是我们合适孝顺的榜样。那看这个记录到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二节，一食用牛只奉养他的父亲，父亲话他兄弟，并他父亲传嘅光顾照顾哈，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这个一食呢，哈、啊，已经做后续嘅工作。但是那台耶稣也是穿了这个朋友，让。咪带耶稣家人咧，都那耶稣无一个朋友，都睇耶稣嘛是。但是耶稣也是我们的朋友。主耶稣到十字架上嘅时候，承受痛苦嘅时候，我孝敬父母，一直想了，一直将母亲啦交托耶稣
一坑一坑啦，即係是蝗蟲有中燒有六骨腐肉嘅六骨嚇。啊，你睇一坑至十九點入赤大帝，要對那蒙古一坑水開怒地火勢，從此那蒙古就接下接耶穌嘅火勢，救自己嘅你嘅來權。我把退了吧，聖經攏是教導後信，所以你也是聽外口人講啊，信了信了耶穌就無後信，我耶穌攏去教導，唔是聖經教人嘅後信，嗰是幫到十界嘅觀念是真重要。耶穌自己受苦嘅時候，仍然退步無停。今日呢，我們有什麼理由不退步我們嘅地步呢？做理论的呢，要尊敬对方；讲道之后要起对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多固若如何啊？真正念嘛，固若真正真正念，做你念呢，你也是无孝敬对方，真大代志。你看做你咩在哪呢？出埃及记呢，就一定要执五执，话十七执，即内执呢层。你话怕病报计，必要把他电死啊！你念未？啊！得當今時啊，要認罪，第一啲拍皮波，摸後勁皮波，但是那基督徒本身，那你係中間上帝嘅教導後勁皮波，你執切嘅話，但那是救命皮波嘅，也要把它治死。你咩皮波唔是拍皮波，咩皮波呢？也是要治死，因為所以可能在但那基督教呢，是係後勁皮波。所以孝敬父母呢是真重要的事，对我们来讲呢，父母是我们有教导赐我们之恩啊，那就是感恩。伊那可能父母无惊艰苦个，竭尽所能所有的力量呢，即生最大的牺牲是花到儿女的成长，对不对？啊，父母之爱不是勉强个，是爱。啊，施恩到其那个心情，这是最大之爱。得到上帝以外，人间最伟大的爱就是父母之爱。啊，我一个家庭呢，丈夫死了，也妈妈或是个儿女了。这个妈妈的姊妹很肯做工，做苦工。在世界二能都达到大合并面啊！不过一定就是个咩大合并，我想到我个囝吼，我两个大囝是读北个姐姐，吼，然后个细个就读到我留起个姐姐，啊，两个就去读掉，所以读个真正。阿妈做咩听就每每就去留起上等个姐姐个后生个亲生。但我叫我的天而且他就会我看我看我看出的给别人你好像给好了我看太太的打卡车找个一般的学校最好像给他拖他来我的这边的这些你找个什么样子的够给我呢诸天祷告我该啥该弄到这他去所以这是阿伯对天啊是付出很多为了一种突付出很多只有做阿婆能吃菜啊，所以啊，所以等到大家一公司的世界见他毕业了啊，最顺的毕业点来的时候，得个上好的，啊有业奖哈，那啊会进个拍拖，他就当台顶，这个查某囝就当台顶哈，这囝囝到台顶哈，取得这毕业的政治化奖项个，行到台的老麦汁。让母亲的妈妈，这些奖项和毕业证书是你的，因为你劳苦才有我今日我的成就，又多了感恩，天妈的付出的栽培，以及今日的成就，我会真听到真感动。要明白，每个人都会从儿女的地位转到。父母的地位，那感恩那就变成为父母。从小辈慢慢的知道长辈或是老辈，每一个人都从孝敬
将杯转到比一杯好劲的地位，让我们啊将个背包发更多的时候，将个背包，而且多么当将背包多个时间，我们呢系好好孝顺他们。我们说的时候，背包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将多有可能会向会想到光我们只有巴不得啊，早日离开背包，有解多的呢？给天个镜子靠背包逛啊逛逛一个，啊我妹妹多妹妹多，喂，买个背包夹在喂。只有啊，有无？真侪间是咪讲？因为为了个背包嘅付出，佮佢自己嘅未来，当自己经历嘅天过后，才明白背包所付出嘅。所以所面对嘅人对啦，不让无持过镜子嘅，是唔睇到背包所付出嘅，对不？你若是两件做镜子都唔睇背包付出有多，啊，你是做佢过后做背包就睇，那会睇嘅系。无清罪呢，只是提醒我们，当忙碌的生活当中，不要忘记父母赐我们的慈恩啊！对老人以孝敬，不单是最最一件，唔是讲无清罪，只是加清洁，平时都无清洁家己食啊！你哋要记得，你谂你到隔壁人妈，我唔是见你请你食，白你话不请你食。啊！乃是要时时刻刻将背包呢记在心上，真正的孝顺不是一件任务啊，因为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够了。没得啊，今天是背包准啊 ，OK， 今天是包清楚啊，嘛啊，给这个礼拜就是啊，给我就背清楚啊。那我给接就好了，我就锁了啦。啊，你看看，唔是你看，多详细的生活当精准呢哈。微信上或电话的卡点呢，都是表示出自己多么爱自己的背包。啊，我爱的，我爱的，真在呢。但是背包真的要他帮忙的是某某事的。哎呀，碎碎话啦，收收头卡啦，等我真在后生人啦，我无爱啦。啊，七系真正唔情愿去做，有无？你有计惊啊？正话你讲无？啊，那是经历过来的哈。所以真正的孝顺是扎根到心里，就是。对父母的尊敬，扎根到心里；对父母的尊敬，充满感恩关怀的心，是常常以行动到日常生活当表扬出来的。更是平日生活呢，一点点滴滴呢，为妈妈打几句话，无埋怨妈妈的唠叨的。啊，妈妈打的打的打，有人打，老人就打朋友的。啊，这个正式的孝顺在日本，你在。以前呢，他的听的观音，乃至认真聆听妈妈衷心的在劝解，有些妈妈可能做不掉劝解的，不是帮忙随随话收收土他，不但家己靠妈妈哈，让爸爸过好日子，更需要花时间回归他，特别是对爸爸。来的，你去躲了之后，最好的孝顺呢？你看哈啊，爸爸你去躲了的时候呢，对孝顺呢，不是根基，你带一百万带来为重呵。你去躲了之后，最好的孝顺呢，不是根基哈。不是大好听的话，更不是拿正到朋友圈啊，虚假假意的安慰，乃是人能的陪伴。OK， 人能想到身边只要有人能呢，哈，想推动人做那个阿婆哈，是老的人推动，来家己做家事，去家己来托伊哈。你直接你家己真温柔、真欢喜了，即对真对伊正在奔波到国外的青年人吼，外国做工个哩个呐，来大事真正艰苦实现的事。当日一无办法，想想背个只无心转来退退，背包也是好的。最少宁可背包呢，不再那么孤单。明白我带你解未？
啊，只有以命啦，或者来善的关怀或孝顺咧，爸爸会感受到以命的关怀或爱心，当已经尽满足了。对爸爸带来感受来讲咧，天天都是无情罪，都是白情罪，因为有其他几多性别，所以就是作几多性别就欢喜，因为觉得不自卑啊，大家都背住佢了，要对爸爸的放掉了。你到底做你咩暗差？爸爸罪也无多，真疼心嘅。爸爸付出了点希望，今日唔热心，你俾我打点解咪？我今日打只解吼，多么动人有爸爸嘅，多谢你吼，爱好好珍惜，无爱不退。你都叫姑婆抱你阿爸，婆婆又抵达，妈都话爱你，你听了真欢喜，你知唔知？但是爸爸的爱呢，总是不求回报，无私无怨，无后悔的奉献。当有个孩子甲的爸爸话：“哎呀，真啰嗦，对不对？”真准，安尼讲。所以孩子也大了啦，我无输甲，我无喜欢我的妈妈，他呢就是拿证吼，真啰嗦啰嗦的妈妈，你有听过不？听得清晰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靠妈妈，靠妈妈咩嘛？啊，特别靠妈妈咩啊？所以你，哎呀，妈都真啰嗦了啊！就对妈妈对孩子说：“我已经给你大嘴嘴吃了，你把我的话当在耳边放，耳边讲啊，你连听未进啊？你配呢？就是无听话，就是浪费个讲话。”对吧？啊，花花啊，对孩子啊，走的时候无好好惊的，妈妈就会打你个咧。好好惊，卖走，卖跳，会跋倒。我一般你听过吧？我伫时你讲啦，我个惊，就出门就一直走。啊，我当卖走，当转个啊，一卖天走走走的，一在偷风就来退你啵哈，一搞个撞个枪嘛去。一枪唔是病个，是正正迄个夹兴咧，夹吼，迄个夹死当个，一撞落就能骨头断了，撞了骨也袂断。了你睇夹痛无？眼就包入去了，包入去了嘞。啊，你知袂？所以呢，无听话，硬硬走呢，又会无听爸爸话受伤，对唔对？爸爸好唔好？为着就是好，伊啰嗦是好。伊唔是无吼 ，OK， 所以咧，我爱打，伊打，我爱打多少次，你就会听，伊就叫你卖走，你走了，我当然多来打。我你爱我打着最迟，你就会听，甲惊打点着，打败白波，你看打嘛？啊，伊弄咧心里想啦，我无输甲我个阿妈，伊总是死命个都爱讲，好不好？你个家里喂，各位是认识哦。那个拜拜不谈，要赶紧谈。那今天来讲，就做咩事？咩事哈？咩事嘅正定啦？妈妈就会谈。阿你话了，做人卖出唔，对吧？啊，有时呢，妈妈就卡门啊，拍开查某囝嘅门，查某囝就谈。妈，你做你无卡门，有冇？啊，妈妈就谈。你做你做门，对吧？找不到的我可能打电话吗对吧哦好啦好啦我可能啦我可能啦应该妈妈打我可能啦我可能啦找不到的出去啦哎呦妈的真烦呢你出去啦真差嘞妈妈就打没事出去了隔日早起呢妈妈来到找不到的堂经中鬼点了妈妈打啊，真鬼点了，我买起来完了啊！是吧？你听啊，这个真的。那主要是落做妈妈做，真鬼肯定听啊。打你听妈妈打败，听你讲的哈。那搞到咩事呢？我就只能等来听听。对，查某囝讲，啊，你完了，你有多少钱？我一包，你知唔知？会挂掉金毛带？对唔对？这是阿伯的爱心嘛？对吧？伊那个心里想，我无输甲阮妈，搞只啰啰嗦嗦，啥物计都爱管，识袂？即句话，
啊，无可我自由，怎么给他的无可我自由？他以为，以为为我好嘛，他为我家的为我好，其实从来无在乎我的感受，我只要乖妹妹长大，妈妈就不陪我，管我了。因为呢，我个感觉啊，我如来如无爱，该当啊啊谈恋爱啊不。恋爱啊，出外啊，不断的往外国去，去做物件，更去辽阔的世界。妈妈就无办法了，这是查某囡心里面想啦。对不着卡步了，伊当妈呢看妈妈对不着卡，我爱说妹妹长大，我爱做了做你。妈妈就无变讲我了，的时代妈妈无陪我，对你以那个卡步，这是真的，因为现在的开发。是多电脑是多，真系啊，差不多长大后是真正忙忙碌碌，接触妈妈呢，从早真系真少接触妈妈了，从早到咩，就能无拖着妈妈，妈妈就拖住对了，有只咩，妈妈拖着差不多等来，人妈都坐到客厅个啊，就问差不多，啊，即个。查某囝，这个面部啊，弄点弄有面部嘛，而且爱做么加朋友啊，就问下查某囝，面部啊加朋友啊，我家己都袂晓了面部，啊，面部啊，面部啊，啊，你加来不就那不个大话出话个，你看咩？哎，家查某囝答我袂晓做么，我袂晓做了袂成功，你想我就好唔好？现在找不见大的，找不见，我喜欢帮忙，一直打，吃大的，你打几枚？你打几枚啦？五包，一直无伊就无管妈妈的，妈妈听了无打气啊！我不要再叫你教啊，叫你修我，你卖修我，叫唔得叫你修，叫你修你就卖菜我。一包，妈的个爱我是真多，一话问伊大的，一包气嘞，一旦妈的你家己做，一包气。因为对妈妈讲，要对个查某囡仔讲，你吃了未？你每餐都吃未？查某囡仔讲，免啦，我都未空啦。妈妈讲，未使，无好好吃饭啦，未使。我煮个面，炒个菜，真咩？查某囡仔打咧，妈妈在打，我打了，我都未空啊，我真夜了，我困了。得高一级呢，再无机会听到妈妈关怀的声音，也接不到妈妈自己接不了，查某囝才觉得他自己真正啊，既然没有发现妈妈只是想要用一碗面解时间，甲话陪陪话，甲查某囝陪陪聊聊天，但。吃两节点时间，我都忙忙去靠妈妈，特别真亏欠。所以妈妈多的时候要点学，明白未？我家己本身呢，学着我家阿妈吼，啊，伊真正欢喜教我个啊，兄弟姐妹大。伊但我学袂着吼，我一个大囝，我是大囝。这个像忙忙碌碌的人哦，我而来探访我。安尼跳出我哋在那就过不去台湾嘛的，哈啊！要不我哋探访我，我都我就可以搞我兄弟姐妹欢喜嘛。台湾这个这个这大忙人哦，一个叫找我妈的嘛，我妈的就我去搞我做阿姐啊阿妹啊，因为东西也是好呢。我不去找我妈的是因为我为家庭忙忙忙碌碌，家回的事忙忙碌碌，每种都对主婆我花几多时间付出，连连什么物件都为对主婆想，什么物件甚至我出外国啊，我都买物件靠对主婆的呢，却够特别的物件，能够等下到泰国也等下，比如说介背包啊，我介惊，但那是出国的多还是去个人买物件啊，所以我就是为了这创物件忙忙碌碌，忽略了妈妈的感受。我真正体验着，当我对自己的阿姐、
陪妈妈啦，啊，去惊个时候啦，我牵妈妈的手啦，我能感受到一直真欢喜。所以时候，有时我是刚刚买一件普通的衫裤，都系叫做普通的价位。每一点给一家庭，伊无法徛在高瓦地徛到的，伊在去做一个徛在马尔瓦地，诶，无生囝，伊该收起来。你看，每家庭一人两块，这是真正满足的。可我深深感受到呢，妈妈不需要我们可以做主力，她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到她身边陪伊，她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要记得，母亲在呢，陪伴妈妈才是最好的礼物。过年到你中间的第二节目啦，一你的妈妈发火，记得有时抱着抱你的妈的，我中间妈无多抱不掉了。你做你到做我不抱伊，就是到顶抱不掉了。所以你阿妈多个时间，无论越老，都抱伊，伊就家己真正欢喜的。有吧，所以让他再到热爱他，到尽能量找时间带妈妈出去行行，好好陪你的妈妈。这对妈妈来讲，就是最温暖、最好的礼物，明白不？所以我希望我今天陪这个，你听了也是妈妈多哈，明白我打你的哈。OK， 我再打开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位母亲去探访她的查某囝，即个我是到台到 YouTube 来对接出，打关于妈妈甲囝子的物件，因为我无变曲来拍可能看，是因伊这是未在熟噶曲的曲，就伊约那个美好的这曲，但是我无，我台了我给写出来，打可能听，好，即个啊，有一位母亲去探访伊个查某囝。查某囝就打，到门口就开推门来打。妈，我真有福将刚来。你妈妈就打你个的，我想你们啊，对不？想你们啊，你们打，你想我们，你要打电话给我呀。啊，我平时呢，常常问问了，我做工啦，我福将刚来，而且我无多做没好，做么样？你打一波嘞，啊。但我个我还一个做工嘞，我还叫我个老囝去读书嘞。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我帮忙你捡物件，你得去去咯。让妈妈托你，妈妈托你安尼，安尼对伊，伊妈妈带你，对伊查某囝带，你放心啦。我有照顾我家己。伊袂带托你妈咧着欢喜，伊叫个妈咧托你安尼安尼嫌伊啊，伊带你放心，我有做饭。查某囝啊，伊叫孩子叫伊囝咯。找不到家家叫婆婆还是叫奶奶咯，那就跟他拜拜，因为叫他读书了吗？啊，也找不到家叫也老家去读书了吗？一直叫老家家也奶奶打拜拜咯。过后妈妈就到伊个沙发个到高院个坐个时候，老了，卡疼，家己用手能对家己卡，过后无事，我爬起来叫。扫帚啦，帮忙查某囝扫到进来，那个叫拜吼，那个最大最拜开到阿花，要查某囝咧就上了当，查某囝到公司个，即你就开查某囝，查某囝到公司，啊慢慢落落啦，啊无爱卡电话进来，无卡在干嘛的？你有好的，哎，到来就叫无卡，慢慢的到来呢就帮忙拍打扫到进来。啊，做定啊，切啊，那个有嘅，做定嘅，查某囝嘅物件，做工嘅物件，真侪物件都做定，一直开，一直好心，慢慢就好出，该拜托纸，拜好，拜好，拜到床顶嘅，拜到书架个，拜到眼眼，拜到，花帮嘛，花帮查某囝啦，睡衫裤，睡到了，哦，我想着查某囝上暑假只嘅，菜脯茶粿能啊。那就出去，因为这咩唔是来嘛，伊出去，伊唔知系去啲个杯，即个梦，一个梦，再熬咧，原来佢搭多啲个杯就菜脯，呢个就真正欢喜嚟出杯，杯就菜脯，呢真系菜脯茶馆，啊，呢个茶馆菜，
一帮我做定我发卡定个可以查某定告诉伊大娘呢。我查了上暑假车界才不能啊！啊，你本来正定正定好咧，记得好车，再慢慢做，做那块物件出来，查某定几点定来，咩事在一定话在定啦。我对妈妈讲：“妈，我已经吃饱了，不要吃啦！医生，你不要来吃啦，我不爱吃啦。啊”你看，你知不？对，就去找一个查查某囝了，一个妈，一个啊啊，这个查某囝找一个老囝了，推老囝在空过。过后呢，你去家己值班呢，找妈的做一定的治疗，找来找去找不到，你心情烦恼。对呀，找不到的。哎呦，对呀，不的。哎呦，妈，我妈的爱哭，我爱应该不行，乐小的，乐当到的哥。你讲对呀，不的。这是我刚才来应该物件，真重要的。你要我，你卖修，卖给我修错物件，我给你打药就扯掉。我物件你卖烫，你卖修，你修的，你放到这个，无钱可以买了哈。点点无到位，哦，价值无钱就帮忙一个书吹头毛，了婆婆啊奶奶的为一兄弟。发毛了，伊讲奶奶，做你个头毛白白，明焦焦，啊，了奶奶就回答他，因为奶奶老了，头毛就慢慢变白，面就爱焦焦咯。伊在做解说的，了有几句话解说的，有几句呢？奶奶也去一个真远真远个地方。就不爱等了了，还有送他，要送听了，听了就会带他。外科外科，婆婆你可以叫，奶奶奶在叫我去呗。奶奶答：“你不在去，那我爱叫过你个妈妈，不能丢下妈妈一个人啊，是不是啊？”还有送他，这是过后有一日呢，也查不见。带他无钱做暑假食物件回来，对妈妈讲：“我们做这食，我话记得啦。你想暑假食个，我们做这食。”妈妈就讲：“你讲咧，你讲，你们食，你们食。”啊，你就讲：“妈妈，你以前不是种暑假食吗？”这个时候，一个孙，讲你讲啦，阿叻呆，妈妈无嘅。我知唔知？做冇食，个查某囝陪着妈妈，认识少着嘛，想到往来阿妈老了，无家了，知唔知？所以这个苏花大你看，婆婆我大一个嘛大，婆婆我大啦，她爱去真远真远个地方，妈咪你爱在我的个 boy 啊。妈咪听了明白，忽略了妈妈，就哭了。的确，有个时候我们总是把的确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你一生起就对妈妈打，对家己妈妈打的，妈妈卖哭。查某囝就对伊家己亲生嘅妈妈打，妈妈对唔住。你这一个也送给大家，妈妈卖头，一个给妈妈卖头。以后我长大呢，我会照顾我家妈，加照顾奶奶。这里可不明白，等妈妈大的时候要点小，有时真的要带妈妈出去行行，回归妈妈哈。我有外三个这个故事爱听没？这一开呢吼，是一个真聪明的。奶奶真聪明吼，爱听爱这么聪明，你不会再饿啦。他这个人徛，因为儿女长大了，有他们自己的家，他的儿女呢，啊，他有儿女也有孙，但是呢，每个儿女各人忙各人，
真少来探访母亲或是奶奶。啊，母亲这个母亲这个奶奶吼、哦，是真有钱的啊，也有钱啊，啊，我带聪明到这个，还是真有钱。无有什么困惑，伊无什么困惑。啊，你当时真孤单，所以呢，我今日家属无来看伊。啊，一直真孤单，一直无来看伊，一直想咧，一直在做事。一旦我有一日，我惊了，对吧？一旦有一日我伫死伫倒了，我伫想呢，都是啊，老靠我个家己家属个，对吧？无变杂个嘛。啊，当某当间伫顶，你家己你家你家财产会使砸出个疫情，无人会使砸掉我，所以老来是，我会当捡来啦，对不对？所以呢，一旦啦，我回得我自己个惊了，我就。叫双眼啊，老婆我惊输啦，我爱想一个办法，听好啊！你但我爱想一个办法，让我个查某囝，我叫我囝子，我个孙合适来孝顺我，好不好？哎，做咩这么多呢？一过后，奶奶就放话出去了，一放话哭，大家能听，做囝子做囝孙的，只爱每一个礼拜。有今日或者有想来探望我，来陪我呢，我都会可以每一个人一笔钱，听好无？聪明未？我第一个想我死了，我女儿来来个，我总另外女来叫来孝顺我咯。啊，因为呾，因为我就可以一笔钱。啊，起初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好处呢，就同时间来轮流来推奶奶来探望奶奶，或者是妈妈。当时呢，我真系大只嘅胡囡真聪明咧，即系大只嘅奶奶真聪明。日子过去，接触多了，感情就慢慢培养起来，对不对？诶，你如果冇接触呢，你感情就冇啦。你就接触，你就慢慢就了解对方，对吧？所以兄弟呢，也兄弟囡呢，作兄呢，你家啲奶奶真亲切呢，啊，真听他们呢。做二两个呢，甲妈妈呢，做兄弟个甲妈妈聊过去个是亲人的妈妈，是他们真辛苦付出真多个代价个爱，个的妈妈真伟大，真爱他们从那个时候起，子孙兄弟呢，不再是为了好处才来探望奶奶。唔是为了好处在探访奶奶或者是妈妈，乃是真心或者耐心的孝顺、关爱的探访子孙儿女们，也合适了孝顺，自愿发出耐心的爱来关怀、来探访奶奶或者妈妈，陪伴他走往人生的路，好唔好？有主可能聪明，做咩应办法，做惊子来后事，惊孙来后事。其实呢，你如接触咩感情之后，唔使想嘅。当爸爸，点解咩？当爸爸多嘅时候有点想，请问我答过了？你想的，那是欲固欲追，婆婆你干嘛？婆婆的家伯呢？请你推你个阿嬷的时候，你去推阿嬷，可以一个拥抱，加一打，妈，我爱你。啊，我总爱打风波了，无机会了。啊，是多么动感，你妈的多感激，应该做的，不做。虽然只顾打我爱你，阿嬷听了心情凉，真欢慰，明白未？事后。当时呢，也要带妈妈出去行行，带他们吃好，好好陪妈妈，孝敬妈妈，阿妹嘛。最后，我们作者来推，作者为天爷所有的母亲祝福，望上帝赐福天爷的所有的母亲，回复在心灵得到生计安慰，辛苦。操劳的心地得到圣所赐的平安，
望上帝安慰每个妈妈，擦干他们的眼泪，使他们喜乐平安，出入都有上帝的保护。这个蒙福，望主耶稣基督呢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当今的老姐妹，一名叫有故姐妹，以在读的主簿，是我多年前试过的。一曲唐赞，我们姐妹唱起头一条诗歌哈，一曲一条诗歌，归作无也啊无情的爱，为爱无情的爱，能作出来唱几条歌。因为迄条歌是真久了，伊家己改个啦，伊改个哈。那哈，当时呢，我迄种有唱过，要过过无唱，了早的唱了，我无可能跟你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要全都这样唱个。所以我就想到如果姐妹呢，伊他又唱这条歌哈，过过这条歌，我就太聪明了，伊也是纪念一下，来唱这条歌，所以我坐在来唱啊，嗯。